第20题，比较等质量的镁带在氧气瓶和二氧化碳瓶中完全燃烧后，所需消耗费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摩尔数比或质量比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根据它所给我们的方程式，我们理解我们要消耗的摩尔数是2摩尔配1摩尔会产生2摩尔，2摩尔配1摩尔会产生2摩尔加上1摩尔，也就是那么这边的镁都是2摩尔，所以摩尔数相同表示质量也相同，它就符合我们题目上面所说的同样质量的镁带。这时候我们看到氧气要消耗1摩尔，二氧化碳也要消耗1摩尔，所以它们消耗的摩尔数关系应该是1:1。那么质量关系呢，摩尔要换成质量要乘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氧气的分子量32，所以1摩尔乘以32就是等于32，二氧化碳的分子量44，所以1摩尔乘以44也就是44克，所以它们所要需要消耗的质量比是32比上44，除以4就是8比上11，也就是选项 D。 所以第20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 质量比8比11。